は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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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嗨嗨嗨泡泡嗨嗨阿鬼嗨嗨泡泡大叔嗨嗨卷蛋嗨嗨嗨欢迎大家嗨塔瓦哥嗨阿 Kila 嗨嗨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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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放个音乐，对啊，新衣服。噔噔噔！应该问个下礼拜没意外播两天来，我还没，我还不确定，我还不确定哎。谢谢幻影战士带你去流浪粉色特别版，哇，这也太崩坏了吧！谢谢谢谢幻影战士，谢谢好好西花的那个，谢谢谢谢包子的香槟粉色特别版。今天是什么日子？今天是什么日子？为什么有粉红色的这么特别的？下礼拜我还没决定，我还没决定哎。最近有点小忙，没意外应该都是下午开。对，没意外。新活动，情人节，现在情人节。嗨嗨 Eddie， 嗨嗨阿华，嗨嗨 Map， 嗨嗨浩毅。嗨嗨阿 Kira， 嗨嗨命，嗨嗨福福喵。我们有没有打造招呼的、啊？快速看一下。嗨嗨暗红，没意外是还没，我还没讲，我还没选好哎、欸。我下礼拜要去拔智齿。我下礼拜要去拔智齿，但我还没，就是选好我到底要哪一天直播。我下礼拜三要拔智齿，就我可能礼拜三以后都不能播，是可能是礼拜一、礼拜二，可能是，因为我已经预约拔智齿，所以可能礼拜三之后不会播，因为应该没有办法讲话。应该是礼拜一、礼拜二，应该啦。没有意外的话，希望是没有意外。然后就拔智齿，所以我礼拜三拔，真的四五都不能讲话。应该啦啊！如果真的有异动的话，我不是故意的，没有意外的话，礼拜一、礼拜二，对，因为智齿他真的得拔了。没有一次四颗啦，一颗先一颗而已啦，先一颗，先蛀牙的那一颗而已。嗨嗨笑笑，嗨嗨浩哥，嗨嗨勇哥，嗨嗨 fly， 嗨嗨世宏，嗨嗨洛克，嗨嗨阿尔甲阿里嘎多，嗨嗨酷美。对啊，下周要拔牙，礼拜三要拔牙，请大家给我一点信心，不要吓我，一次四颗太嗨了，我直接不用吃东西。嗨嗨奶奶，谢谢北园的香槟，今天怎么都这么粉红色，我看得好开心哦，根本就是我的世界。没事的，一下下就好了。以下开放大家给我吃那叫什么安定丸。谢谢包子的猪猪你哦。
谢谢谢谢小翔的一封信。怎么大家突然那个刷礼物？对啊，谢谢小翔的行李箱，谢谢冰彻玄的相守之心，谢谢浩哥的相守之心，哈哈贾鲁特。我还特别去找专门拔智齿的，对，请给我吃定心丸。谢谢平平的幸运四叶草，嗨嗨愚者，谢谢鲁蛇的行李箱。对，拔智齿，拔智齿和凤梨汁，为什么躺下就拔掉，很可怕哎。谢谢鲁蛇的幸运四叶草，技术都很好，没问题吧？应该没问题吧？我还特别去找，就是很。拔智齿很厉害的，谢谢圆滚滚的行李箱，哈哈狗啊，对，拔智齿专家，你知道有些是专门在拔智齿的，哈哈圆滚滚还没反应过来就拔掉，我有看他们就是的那个，就是人家有趣的评价，好像还行。希望我可以无视的把它拔完。嗨嗨北极熊，拔智齿的权威是也没有这么厉害啦，也没有这么夸张。那个拔智齿的权威，我可能要等到半年以后才拔到牙齿。对，所以下周可能不会那个，可能拍不了照片啊，然后那个脸会很肿啊之类的，会害怕。影片是说凤梨自己没有修的功能哦，原来如此。如果不是长岛的拔都挺快，不是哎，他这只是正的，不是水平智齿。谢谢家君的相守之心，嗨嗨数学课本，不痛还是会肿？对啊，有可能会肿，但我会害怕，是啵一下那种，没什么感觉，就下来那种。听说是很快，你没有感觉之后他就拔掉了。嗨嗨北极熊，希望真的没感觉然后就结束了。项链护唇不用担心吧，我会害怕，脸不会再肿了吧？过分，什么叫做不会再肿了？搞不好会肿啊，我一次拔四颗这么勇敢。嗨嗨 Steven， 这一幅太好看吧，我也觉得很好看。两年前的例子太过分了吧，什么叫做两年前的例子？林尊耶、欸、林尊哈哈有嘻嘻咯，上麻醉会痛而已啦，希望是这样。哈哈季风亮，谢谢阿 Kira 的香槟，今天的香槟超棒的，好喜欢哦，超我的风格。脸不是已经先预留拔完肿的空间？并没有，好像跟粉丝不是都互相伤害，来互相伤害啊！你们这群看到有其他女生比较香就推的弟弟们，有吗？这样我有嘴到吗？而且对我喜欢喜花的，智齿不一定好吧？对啊，所以我很害怕。严重还要开刀，所以很可怕、啊。专情度39推，不要再那个了，香推太香，然后就推，没受到伤害。Yeah.
我终于花了一点时间把它全部都记起来了。它好酸痛哦，它好令人酸痛哦。好了，我要来回复大家刚刚的留言的，对，都关注而已啊，都一点点香而已啊。谢谢国君的相守之心，住到不拔不行的地步，我也是啊。断水偶像，我哪有？哈哈，喜乐哭嘛。I know you know you don't know my love。这是长的方向，没长出来的话，可能要画很多刀。可以不要恐吓我吗？今天衣服对啊，是新的。你们有没有觉得有点眼熟？我猜你们一定没有感觉。嗨嗨芋头，嗨嗨米柚，嗨嗨斑尾叶兔，嘘嘘，谢谢幻影战士的香槟。晚上发烧，不知道现在应该有好一点了吧？不是打完烧了一下就会比较好了吗？有机会看到自己发挥之手吗？希望喽。谢谢鲁蛇的带你去流浪，谢谢。谢谢阿 Q 的掌声鼓励。爱黑的流氓，你说的可以一个用。谢谢格瓦的掌声鼓励。谢谢陶瓦哥的。对，欢迎大家掌声鼓励，谢谢宝宝妹的掌声鼓励，谢谢 Hilo 的掌声鼓励，谢谢理由。谢谢欢迎战车掌声鼓励，哈哈西兰，我那边好热啊！谢谢洛克掌声鼓励，谢谢福喵掌声鼓励，谢谢变成新鲜联盟的 Podcast， 哈哈 CJ， 清单中主动对不对？从那句回复以为已经过去了，什么意思？谢谢加号的玫瑰，哈哈樱桃喵。我不想回复那个窗帘的留言。小班长，嗨嗨杰克。那么他们没有呢？一直喜欢薄纱的外衣，没有啊，就是换一下风格。双联拍的那套吧。昨天那套的变色吧，什么意思？蓝色轻便雨衣，你们懂这种日式的美感吗？嗨嗨索伊斯，这套衣服超好看，对，我也觉得很好看。谢谢拼拼的 podcast， 所以你们真的看不出来这一件吗？你们真的看不出来吗？你们看不出来，我要公布答案喽。你们看不出来，我就要公布答案了。那我要公布答案了。日式美感，对，我是没有感觉那个美感。穿都可以穿出时尚，真的吗？那就好，穿出莉莉的风格就好了。这个是诗源 IG 大头贴的那一套。很像雨衣，欸，你们真的是很过分欸。さよならありがとう声の限り悲しみよりもっと大事なこと。今天看起来比较精神，因为我的隐形眼镜的差别吧，因为我戴比较大的陷阱妹风，你们是不是没发现？間に合うようにこのまま続くと思っていた僕らの明日を描いていた。只是诗源用比较就是性感的方式穿这一件，对，但我没有业配，我自己买的。史诗难题还好吧，我觉得很好看啊，欸，我是被他烧到才去买的。燃え盛る旅の途中で出会い手を取りそして話した未来のために夢がきっと叶うたび僕は君を守る
たいお願いないだ決意お花向けにいいだんだん很凉。你们根本就不是因为衣服好看，根本不是因为穿新衣服你们觉得好看，你们根本就是因为它很透。对，你们不要以为我第一天认识你，哼，是不是？嗨嗨，钟宇。我今天跟那个秋跟切黄一起去吃东西，然后那个秋就说他喜欢看我穿这种，他觉得比较好。他说李佳丽你不要再蜂蜂裙了啦，你以后改穿这种风格好了，我觉得这种风格比较好看。但我还是在蜂蜂裙一点、啊。钟颖的告白气球，对，你们这群人不用再给我思考符号了，你们就是如此的好懂啊。当然不是咯，你们就是啊，出了那个生写真的那一个，你们有多少人是把它放在运动风格上面？我还来戳破你各位的那个，你各位的想法，戳。因为很透，所以以为是雨衣，不是雨衣，它的材质不是雨衣，好不好？它材质是舒服的那种。对啊，我没有在业配，我没有在业配，我只要澄清它不是雨衣而已。那边很难搭配出门。平常就是看着我买这件，他就说：“哎，这件好好看哦，他也想买。”我说：“所以你这样穿起来会不会太大？因为这种衣服通常这种 one size。”喜欢看你穿透一点，你们这群母汤的人。一件50块，谢了。不同风格变换，对啊，就偶尔穿不一样，不然你们都觉得 always 都是那个风格。我放在购物车的腿上。对，他对啊，你们除了那个。前面很多照片该发了吧？你怎么知道有很多照片？看破不说破嘛，我就是要戳破你们啊！看战术就知道，对啊，你各位就是很好懂。某一些，比如说像毒蜘蛛啊，那个战术特别多，对，就是你知道，你各位就是我不用讲，然后反正大家也知道嘛，对不对？对不对？你们的手指最诚实的，按赞还有下单，对，是不是？还有那个。就是那个水桌销量特别好，你各位就是这么好懂。沙应该是沙吧，恼羞什么事实啊，事实啊。我从之前就是啊，应该大家就是对还不太了解大家，现在越来越了解大家想要知道什么。あの日々私の渚を One size 是不是要改一下？对啊，可是他说他如果穿的话，可能会把它当就是外套那样穿。大卖场的购物车子蛮好看的，你们根本重点就不在购物车啊！姿格的，哎呀，就穿在雨衣干嘛这样？谢谢小贾来了的枫叶。不要挡住手手都可以什么啦，准备好你要业配一次买一包吗？硬要突破一下，当然啦、啊、衣服色彩鲜艳，常安赞，最好是这样，窗帘都暗，可见我很正直。真正的正直呢，是我连 po 那个就是排版照片你们都会安赞，那才叫做就是真的是有好好的，对，每个都很赞。
我有松柏了，过分什么意思？每个都按赞，嗨嗨吐司，嗨嗨修哲，天空跟大海一直是我所向往的地方。那你可以去海边玩。好清歌如声 ，Only today， 赤裸裸的感觉，你各位就这么好懂啊？突然有被快看懂的感觉，你们不就这样吗？月份量会很充足吗？我希望可以让它很充足，对，我会努力的。水桌深写销量有暴增哦，应该有吧，一定会比之前好啊。可是有听说有进步蛮多的啦，对，所以我很开心，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有进步，有进步很开心。谢谢大家的支持，让我有进步。我还是觉得坐到购物车快到会跑不起来，是爬不起来啊，我们还要那个，还要姐姐们搀扶才有办法，坐进去跟出来都要搀扶。食物都分享还可以啊，好了，可以了，可以。发什么发？有啊，就是有食物那种，就是排版的照片啊。一波指定一次吗？好，那我先不买，等破了再说。也可以啊，一波指定一次，可以，可以，可以哦，说到做到哦。到底是什么声音啊？我都差点忍不住，那就不要忍住啊！啊，我都按赞，我很正直，保持着一个怀疑的态度，望向娜娜前辈。地址有进购物车玩吗？到时候就知道啦。什么时候业配呢？等我排版顺利。对，我这几天又卡排版了，然后我就很不知道怎么发。可是我觉得我最近的版，我越看越喜欢、欸。是太自恋吗？天空大海一直在向往那样，依旧成为海王。海王是什么意思啊？所以我喜欢这个月，合情合理吧？嗯。也不是这个啊，到底是什么东西？但我很害怕。到底是什么东西？好像塑胶袋的声音。新歌变得真的力推阻止。没有，我没有要转移话题的意思，我就要持续编各位。按赞，水卓叶配是最给力的那一种了，进步是应得的，谢谢，谢谢。公主抱房真的吗？进去球不会扁掉吗？你去球池玩球会扁掉吗？不知道是冷气还是什么，但我觉得有点害怕。到底是什么声音？应该进不进？可还是可以吧，还是进得了购物车吧。没有多买，为什么没有多买？不香吗？到底是什么东西？我很想知道。这上面的包包快掉下来了吗？食物东坡肉，谢了。品寒传染，你被车同学同吗？自恋总是想主数是什么？指数哦，特别浪特别渣，原来如此。所以海王是形容男生哦，然后特别浪特别渣，是这个意思哦？我不知道哎、欸。白色好看啊，我妈一直想要叫我染回黑色，但我很。
们到底是什么？我觉得好可怕啊！到底什么声音？我看一下好不好？我好害怕，家里没有人。感觉不是冷气的声音啊。到底是什么声音？还是我先把冷气关掉？不行，我觉得好可怕啊！我先把冷气关掉好了。跟我妈讲一下，好可怕啊！到底是什么？我们换一首歌播播看吧。我们先不要播歌好了。没有，它没有比音乐还大声。哦，谢谢老豆芽为我开通一个月的粉丝团，谢谢。不是，它有点像那个塑胶袋这样子的声音。哎呦，不起来，就是这样子。然后可是它很小声，这样子的声音。可是我，因为它是从我旁边，我左手边传出来，但是。左手边没有那个、啊，没有塑胶袋、啊，不知道、啊，我觉得好可怕。可是现在没有了，还是这个刚刚的音乐。现在没有了，刚刚有，还是是音乐，声音不会移动。看你一直只有二十人，我来加，谢谢。因为不会有这个声音啊，可是我不知道，零食不是零食柜，旁边不是零食，旁边是沙发。音乐背景不知道哎、欸，
不要，我会害怕，我不要放回那首歌了。还是，脸颊搓七下可以救百事。调不出来会更害怕，还是是刚刚音响的锅嘞？喵，喵，谢谢的命的告白气球。挂东西，风吹的对流刚好产生声音。谢谢章鱼烧的徽章，谢谢包子的做你的喵喵喵喵喵，没声音的，到底刚刚是怎么了？真的是会吓熟人呢。我们再放音乐看看，觉得害怕，再把冷气打开。没有，我刚刚没有关冷气，我没有关冷气，我把它拿过来，但我还没关，但现在已经没声音了。我要严重怀疑是冷气的，我要严重怀疑是那首歌的锅，然后我不要再去怀疑它了，不然我会害怕。谢谢章鱼烧的，谢谢老豆芽的徽章，谢谢香木的熊抱，耶！谢谢夏木，谢谢夏木的熊抱。发现不是跟那就继续怀疑，没关系，我打算不怀疑他了。大人になってゆくなら私は，对，可能是音响小精灵。对，没事没事，我们不要怀疑。音响小精灵。我刚刚讲到哪里？我被那个旁边声音吓到一个，我都不知道，我忘记我讲到哪里。虫虫跑进笔电，那真的是不太好。谢谢圆滚滚的列车旅行，谢谢，谢谢圆滚滚，圆滚滚，圆滚滚。我刚刚讲到什么啊？セルヒロソフィー。フィロソフィー話しても私、量子力学第二章。圆滚滚，对啊，我应该是就是全部人最符合圆滚滚的那个圆滚滚的特色的。刚说到海王，哎，我刚才有一个大主题是什么？我往上翻一下好了。再下一个害我都不知道是什么。好，我觉得应该是音乐的问题。对。噔噔噔。大主题是在编人，对，我们去球池玩球会扁掉，是不是？大主题不在主流言哦，是吗？还是有大主题吧？嘴人，嘴大家。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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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噔，哈哈 F， 谁要最嘴的？你各位啊，你们比较喜欢这种风格？撇除它是透视，还是这种
衬衫风格，还是比较喜欢平常的那种，就是有荷叶边呐那种。君だけに，啾啾啾。居家女友。しまった。キスを飛んでいけ。僕のハートが。君だけに、啾啾啾。这首真的很可爱耶。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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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今天我们去吃哇，谢谢 Popo 的恋上你的味道。今天去吃同潭烤肉，我还获得了一杯那个新叉客，韩式。哦，那不行啊！啾啾啾，烤肉的味道。没有，不是，它是烤棉花糖。不好的回忆，为什么不好的回忆？嗨嗨飞镖，谢谢你的，做你的喵。啾啾啾。十秒ぐらい目が合った。丁丁乐，哈海可妮，哈海无包瓜，啾啾啾！谢谢可妮的枫叶，大家可以好好期待一下这一次的那个业配。可是你们会不会失望？但不会啦，有姐妹的合照，你们应该就不会失望。いつもの道を走る自転車、立ちこぎの汗が揺れる9月のそよ風。没有人家香啊。
怎样才叫香？你各位的标准怎样才叫香？还是有我跟李雅涵就是香的，就分你们跟其他人。肚脐，哎，我的有肚脐吗？我忘记了。有腿就算香。今天好蓝，对啊，我觉得很好看哎。有你跟涵涵就是香香啊，成员就是香。这次也会有肚脐？应该没有吧？那个裙子的位置不太会有肚脐。应该没有肚脐吧？又有声音，不知道，可能是我听错了，应该没有。好きだ、好きだ、好きだ、君のことが。帮你们平台跳 baby。没签名，好，那我下次请平衡签一下。我就是要刺激你各位，对，我要被各位小刺激刀片。要你好看，好看耶！我等你，也等我，我能无悲无悲。来，你们的平衡在跳那个闪亮的曲子。要你好看，对，我很好看。这个让人说的声音是吗？不知道哎，希望是。手机没电，好，拜拜，喜乐哭嘛，我还好。花生耶。大家好，我是 AKB48 Team TP 的邱品涵。不行，好不会，很难，他声音很难模仿，因为我声音跟他声音差太多了。大家好，我是 AKB48 Team TP 的邱品涵，我的小字在哪里？
这里。我哪有这样？哎呀，厕所会不会很干？ I feel you, I touch you, I hold you。要再超龄加一点。啊，你说什么？不行，我会被臭扁人骂。你家里，你家里，有没有偶像喊全名是种什么样的体验？看他生气的喊你的全名是一种幸福。你家里，谢谢暗红的掌声鼓励。喊过全名，我来讲，这也是一种炫耀，当然，来自顶点的炫耀。嘿，李佳丽，佳丽，谢谢博成的，祝你的喵。谢谢博成的宠物徽章，谢谢 Max 的爱恋巧克力，谢谢包子的一封信。I love you, no good.尾音还要上扬，加力！谢谢博成的捕梦王，谢谢 Coco 的一封信，谢谢宝宝们的 Pocket， 哈 Pocket， 丽丽拜拜，丽丽不要做拜拜，好啦，上班加油，上班加油，嗨嗨，好酷，你让。你让幸福都暖洋洋。好难哦，我根本不会学秋萍的声音，我声音要差太多。你看他不会叫你的名字，好像是耶，他好像不会一直叫，可恶。你让幸福都暖洋洋。好难哦，不行，我真的不会。一路有风，走了的路。僕はその花を守る。自由に君のことが好きだから、僕はいつもここにいるよ。他的叫他平常叫什么？李佳丽吧，不知道啊，秋萍平常叫什么？哎，栗子之类的吧，李佳丽、栗子。其实我觉得好一点的朋友才会叫全名，就你够熟，你才会说哎，李佳丽。哎，秋萍好，我说哎，秋萍啊，反正就秋。对啊，我都怎么叫？我错了，一不小心敲碎你的梦境什么啦？志荣，对啊，现在都叫志荣了，嗯，应该个性错乱。不是 A 耶，平安少有叫人家 A。哎啊，这样是不是？佳丽姐姐，平常怎么叫我？这是个好问题耶。佳丽，栗子，感觉栗子比较长吧？啊，好像很少哎。栗子，嗯，志龙，对啊，那个
品涵的朋友的猫好像是，我也有看过智龙几次啊，他好可爱哦。虽然他没有那么，他没有就是对他可能对我没有什么兴趣。李佳丽，佳丽，栗子，哎，栗子，哎，栗子，哎，栗子，这样子吧。秋，你知道我讲什么？秋，是龙平常会叫龙，我知道啊。丽丽怎么叫平涵？秋，秋平涵，我觉得秋或秋平涵，而且是就是快的那种秋平涵。秋，食物用引诱就有机会。这种的脸超厌世的、啊。秋，秋，平涵今天做了顶点。会吗？切谎也叫平涵叫秋啊，然后就习惯了，就叫平涵就叫秋。不然我如果直接讲涵，那不是很奇怪？这样会两个人同时回我，因为叫秋平涵，要不然叫涵涵，叫涵涵会李彩杰回我哎、欸。对啊，只有他姓秋，就说哎、欸、秋，哎、欸、秋，你可以帮我拿一下什么什么吗？哎、欸、秋，你要不要就是什么东西？哎、欸、秋，我今天可以去你家吗？哎、欸，秋，你今天要不要来我家？对啊，很顺啊。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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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谢谢酷美的带你去流浪，谢谢。今天是只有粉色特别版吗？还是他只要送就是粉色特别版？露露，我都叫露露。露露，露露，你要不要吃？哟，自分の夢を探し、看作短。平涵哥那个叫喊，我这跟平涵哥不会叫喊啊，这叫秋比较多吧？秋，秋啊，卡哇伊丽，露露，龙秀甩手有吗？最初のウサギになろう。对啊，粉色我的色。这间送那个粉红色的东西就有框框，是这样吗？秋啊，秋，笑死！但那粉色我的色，当然粉色是我的色。宝贝之类没有，怎么可能叫宝贝？露露会叫我小公主。哈哈，黑流星，谢谢龙的传人的掌声鼓励。那你怎么叫涵涵？就叫涵涵啊！哎，李彩杰，啊，哎，李彩杰，李彩杰。哎、欸、涵，李彩杰跟涵涵吧。弟弟爸爸，拜拜，路上小心哦，带妹妹要小心哦。妹，羊吗？妹，谢谢星儿的枫叶。呼呼，呼呼，是叫怎样？像这千万金都是本名，对啊，就是够好才会叫本名吧。谢谢阿德的 Pocket， 谢谢兔兔的枫叶，呼呼，呼呼，男子涵，会不会以为你在叫他？他不会以为，对啊。谢谢宝洁的枫叶，谢谢爱
爱心流星的守护徽章，谢谢其实都有赠予的徽章，谢谢徐阿北的看好你哦。谢谢春的追踪。我这次好满意，我买了这个衣服，我又觉得它好好看。这件也很好。嗨嗨，大家好，我是 AKB48 Team TP Uni Bellflower 的栗子李佳丽，然后我也是我们 AKB48 Team TP 乐团的 Puzzles 的主唱。欢迎追踪我的 IG， 然后还有我的 Love Life 哦，平常可以来看看我的直播，可能会有唱唱歌，然后跟大家聊聊天，然后还有安利跟安利我那个业配我们的东西。对，现在我们乐团的那个 USB 有大全套，大家可以去买一下，然后还有那个还有生写真，这次很香，大家很喜欢，是那个网球的，网球风格的，网球运动风。然后为什么香，你们去官网看就知道为什么香了，不然就是我们成员们的 IG 看业配也知道为什么会香。大家很喜欢，我不能否认，对，大家很喜欢，不然你们可以问问底下在留言的各位，他们就告诉我为什么很香，衣服好看，而且你看背后是这样哦，就是它有开洞，对，然后前面是这样，它就是一个透明的，虽然刚刚被大家说很像雨衣。谢谢元豪的枫叶，大家想不想？你们可以先想象一下。谢谢小香的枫叶，谢谢自在的枫叶，谢谢切尔东的红玫瑰，太大件，可是我本来就穿这样子啊。まで歩けたんだ、辛い時は振り返って。大件会吗？那是因为我这样子。中文学多久了？我是台湾人哦，对，我是台湾人，台北。谢谢阿奇的爱恋巧克力。日本腔有吗？主播台语比中文好，没有啦，我比较会唱台语歌而已啦。君のことが好きだから、僕はいつもここにいるよ。没有，不要乱宣传。前辈太可爱了，我没有那么可爱。呼呼。一个月的粉丝团。那个呢那个呢有你去路马鸡那是的那米那天色啊你也算是一次来。
haven't yet. Love you. 強くなる夢が夜に変わる前に今日のその悲しみは降りてゆく。 はいはい、ウェイロー。 明日の終わりもいいよね。 明日いいことあるかもしれない。 我们聊了IG。 感觉现在开始就是开始有练习啊什么之类的，就好像没有像之前那么，就是之前不是因为疫情都待在家嘛，然后就感觉那时候比较多东西可以分享嘛，现在反而不知道可以分享什么，明明事情比较多。但我最近都超好睡的，因为好累哦。我前几天就是练完舞，我居然放弃吃宵夜直接睡觉，哎，这真的对我来说是一件很不可思议的事情，就是练习完太累，然后放弃吃宵夜，然后就是洗完澡出来通常会吃个宵夜，然后我直接放弃宵夜直接睡觉，哎 ，miss you， 谢谢小弟的玫瑰。忘记抢阳光和浪花了，没关系啊，看看我也不错吧。谢谢茶茶的枫叶，谢谢一纯俊的带你去流浪，谢谢。梦里吃了会不会变胖？没有哎。等一下，我的备忘录好像有写了什么要跟你们分享哦。好，我等下跟你们讲。现在有变瘦吗？没有。宵夜是几点？11点，11点左右。然后我直接放弃吃宵夜，直接睡觉。你知道我梦到，我忘记是什么时候，但我有打在备忘录打起来，没有炫耀。一定是宵夜没有办法，没有，我想要吃那个番茄冬粉，就是那个某一个知名火锅的它的那个杯面杯冬粉。对，不是梦到前辈，不会耶，我累到睡饱才起来，10点11点。你说不重要，好，那我不要抢，我跟前辈无关。跟前辈无关，是你们听到会开心的东西，但我不讲。你们这样说不重要，那就不要讲。嗨嗨，太郎，嗨嗨。我会习惯，就是练完舞很饿，然后我就会吃一点，所以我才一直瘦不下来。好，就是呢。就是我忘记是哪一天的晚上了，然后就是睡觉，我隔天醒来，然后你知道我梦到什么吗？我梦到我去日本的海边，然后穿那个睡着，然后玩得很开心，然后拍了很多照片，然后可是醒来发现只是梦。对，我梦到我去海边穿水着，是不是骗人的那种水着？然后结果是真的的那种水着，然后结果醒来，哦，全部都是梦。对，太想去日本了。对，我梦到去日本玩。我从就是我这几这一两年来，我梦过了无数次我去日本。谢谢刘建国的枫叶，现在很想看那张照片，那些照片我也想要，真的有这些照片呢。对，现在连第一步的出国都办不到，太难过了。谢谢 Yes 的追踪，水桌开始实现。梦里的水桌是什么颜色？白色的。
是我喜欢的款式。就我之前有上网，然后我看到，我觉得哦哇，我好好看的那种感觉，对。だから心配しなくたっていいんだよ。那个吧，冲绳吧。いつの日か会おう。Say goodbye, my darling. 谢谢钟颖的戳戳你。不是，我意外的是，我就是睡着，是明明是你们一直在喊的东西，结果我居然自己梦到了。因为看了那个 Nana 前辈，就是那个 Yuna 上，然后他们就是两个人穿。水着拍我就觉得好好看哦，就是真的是很好看哎。姐姐我直接出去，梦好戏真的很棒哎，一路很炫酷。哈哈，旅馆。虽然这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梦，谢谢宝丸妹子的相守之心，最近才发售，就是那个啊，我和我们的水族，七月的水族吗？水族，你不准海边回来，江之岛，你觉得月历上拍写真，可以的话，当然是可以跟那个娜娜上拍一次了。ありがとう。哦，然后我会买这个衣服上衣，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娜娜前辈有穿过很类似的，不过她不是穿蓝色，她是穿薄就是绿色，蓝绿色那个。然后我就想说，这样子透明的好像很日系，很好看，所以我就买了。我很喜欢白色的那个白色的水族，我觉得好好看，就是跟其他颜色比起来，我更喜欢白色的。谢谢 Max 的爱恋巧克力。没有哎，这一套只有有一个米色的，有一个白色，然后一个米色斑马纹，然后跟蓝色，就这样而已。Love you, I say goodbye, my darling. 白色就是人家睡衣的，可以不觉得蓝色很好看吗？我觉得这个超好看。我妈那天进来说，这件是我的衣服吗？我说哦不是，这个是我买的呀，新要穿。然后说你要穿吗？可以给你啊。她说哦没关系，你穿就好。审美观完全被娜娜尝一下，对呀、啊。伴随偶像，颜色浅一些会更好。可是颜色浅一些就看不出来它的透明了。颜色，谢谢太郎的告白气球。没有啦，他可能不知道它这么透，对，因为它其实很透，对。可是我那时候是折好放床上，所以他其实看不出来。连妈妈都觉得好看的衣服，对呀、啊。他一直很希望我把头发染回去黑色，他极致希望我把头发染回去，然后一直跟他说不要，我喜欢这个发色，我觉得很好看。今天好啊，就不想被看到这么头。哦，原来是这个原因。原来。沖縄へ。哎，这个就是在冲绳拍的，不是吗？
怎么配我很难想，我下面配那个，配一个米色的裤，这样。然后配一个尖头的类似凉鞋，也不算凉鞋，就是它有它前面头有包，然后后面有绳子那样。然后我之后会剖屁给你们看。僕はあなたよ好きで。真黑，发色更加重要。那个妈咪就截图了一个那个娜娜桑的发色给我看，就是她生发，就是有点偏咖啡色的那个头发，她就截图来跟我说：“娜娜前辈染这个颜色很好看，你有没有兴趣？你有没有兴趣那个染这个颜色？”我就说：“可是我比较喜欢娜娜前辈前发色的时候。”熱い気持ち SNS あげてみた。宽版裤真的蛮休闲的感觉，鞋子要配露脚趾呢。可是我觉得我今天配起来蛮好看，你们之后看就知道了。你们知道 IG 后台都会有那个，就是会有那个数据吗？就是大家追踪按赞的那些数据。然后我就有看到，其实我还蛮多女生追踪的，就是比例就是也不算很高，但就是蛮多，对，就不算少啦。然后就很开心，然后也会有人问我说我的衣服在哪里买的，虽然我不能回复，对，但我就是很开心我的穿搭有人喜欢。2.8不止哎。男生74，女生25点多，比例比例其实算高的，就是相较之下。谢谢玉安的掌声鼓励，微粉你可以限时配个店家，不知道哎。很多人反射好看的人都会追踪，对呀、啊，我想知道网球业配网球服的数据，就是我的比率算蛮高，就是我还蛮开心的，那还真的不少，对啊，就是表示我的努力有成果，然后而且大家也都很喜欢这个风格。谢谢西西的圆梦选票，谢谢阿北的枫叶，对，就是意外的很多很多女生追踪。この胸の熱い気持ちリフラヒ。其实我以前更高哎，我以前是7:3。哇、哦，谢谢西西的香槟，谢谢西西的香槟。大好きな人となう。嗨嗨，呼应。大好きな人となう。我之前最高的时候还有7:3过。谢谢西西的带你去流浪。西西一直送那个粉色特别版，开心。谢谢包子的行李箱，自信加持。对了，谢谢包子的行李箱那个。IG 的排版真的让我有自信很多，而且很多人喜欢，然后很多女生喜欢那个排版，我就更开心。就是我终于找到一个女生会喜欢的版面了。就是我一直以来都很希望我的版面是粉那个女生粉丝，就是女范们，就是不管是有没有在特别追那个追 TTP 的，可是就是有人追踪，只要有人喜欢我的版面跟就是风格，我都很开心。就是会有人想要学习我的穿搭，对，是大突破，很开心，我真的很开心。那反正因为看得很顺眼，就是轻松的那种感觉，有点适合业配衣服。对啊，真的很希望以后可以接到衣服的业配，就是可能就是。IG 粉丝的部分也要慢慢累积这样子，然后风格的也要再更强化一点。谢谢西西的行李箱跟一封信，有力就是美。对啊，其实我还蛮意外会这么多那个，就是女粉比很高，就是 IG 追踪的部分。
爱了第一款就先挑长裙。对啊，好看，我也喜欢。千皇还之前还说，你真的是我唯一一个会穿蓬蓬裙的朋友。对，就是穿了蓬蓬裙才这么适合的。女生比较滑一句，就是可能女生比较看重的，就是就除了照片好看以外，还有色调要统一。对，个性问题。对啊，他就说我真的没有那个会穿蓬蓬裙的朋友。然后我就说蓬蓬裙没有不好，蓬蓬裙很好看啊。然后可是他们都那个秋黄跟平衡都比较喜欢我穿这种风格的感觉。金衣服也透，对呀、啊，就跟那个诗源的那一件头贴那件一样，因为我被诗源烧到了。听起来是很棒的称赞，对啊，他们很喜欢哎、欸，所以我也有考虑，我最后以后可以多方面尝试。太阳下山了，我的房间变暗了。里面的居家扭穿那件，哎、欸，对啊，对，不要拨开头发，耶！你就对我稀花风，对我被诗人烧到了，真的是羞腾腾。对，前面的粉丝说透已经被编过一轮，你各位根本不是在看这件衣服好看。开到几点？六点。对，画面变暗，我把窗帘拉开好了。这有没有稍微亮一点？好像有。好，那就这样吧。嗨，风风，看你啊，不要误会。谢谢阿华的做你的喵。对，好像还是得开灯，好像还是太暗了。细节不用太在意，你各位，你各位，剩五分钟，好吧，不然我们就先这样子。那爱美冬天不怕冷，你是夏天不怕热穿全套。欸，真的欸，我真的被不知道谁说过，你真的很厉害，你夏天居然有办法穿全套。因为我是一个还蛮耐热的人，就是我不怕热，但我还蛮怕冷的，对。所以我可以夏天，就是我也其实不太会流汗嘛，就是会流汗，但是不会很可怕，就是看我跳完舞就知道了，就是不太会这样唰的那种感觉。下周一会播？会啊，会播。噔噔噔噔，人设不用管好看，对，人设不用管好看最重要。我也喜欢秋冬的衣服哎，糖炒栗子大耐热，太热会变苦哟。还没，还可以再聊一下下。那就你下周播的时候再来，好哦。就全年同一套都行。Beverly Song， 对，谢谢西西的相守之心，因为我礼拜三要把它支持，所以四五不会播。いつもずっと前から準備してる。こいつ舐めてもレディオが聞こえてきなんだ。時を超え君はメロディーメロディー。对，我要把它制止了，好可怕哦！恭喜什么？这有什么好恭喜？不是，但是还不是水瓶，这只是上面这一颗。回来会不会凹？不会凹吧？我希望可以瘦一点的、啊，虽然不说把它制止会瘦。对，是上面，不是下面这边。这只是下面两颗是水瓶，上面两颗不是。谢谢幻影战士的做你的喵喵，有不就喵在这里，跟打野好像，有很像吗？拔智只会发心得吗？不要，我要好好休息。人家会说一点进去一些，真的吗？可是我会有差吗？位置都这么远，拔完会瘦，对我来说会瘦吗？谢谢西西的相守之心。
No music。对，台风要那个，台风要进来了，大家要小心哦。脸型会变好看，希望。拔智齿只有不能吃东西的哀怨心得，我很紧张哎，拔智齿。可是希望眼睛一闭就好了。会瘦，然后又吃回去，真气。谢谢阿 Kira 的带你去流浪，谢谢。今天真的太幸福了，粉色特别版看了好开心哦。谢谢阿 Kira。一百万会转，哇、哦，很可怕！你们不要恐吓我，不要吃点粥好。嗨嗨，扑倒！赶快认真看你外下雨不远怎么办？应该是不会不远，就算不远了，我还会吃回来。麻醉退了才是最痛苦，不是可以吃那个吗？吃药，止痛药还是什么？恐吓，对，你们都恐吓我。我根本没有那么害怕，你们一讲完就恐吓我更害怕。拔完你业配，我们会称赞你，所以双鱼可以考虑拔我。嗯，谢谢拔完妹子的 podcast， 谢谢，欢迎再写一封信。止痛药没用啊，真的假的？拔完真的会肿，看个医生开多少给你。可是上面应该还好吧，就是不是水平智齿应该会好一点，很可怕哎、欸。没有，你们就是在恐吓我。拔智齿的部分，下没有，就是这让我非常那个，就是一直在那个阴影中。谢谢西西的一封信，谢谢后你的生鼓励，差不多来念榜啦。哦，谢谢 Ting 的香槟，耶！谢谢 Ting， 谢谢 Ting 的香槟。愈合的情况好像要多喝一点那个能量果冻，是不是？谢谢后影的掌声鼓励，牙痛手势卖萌。谢谢西西的真情告白，是这样吗？能量果冻，对啊，能量果冻就是比较，可是它好像不能吸耶，就是。可能要用挤的，因为用吸的好像会就是让它变严重，就是好像不能，他说不能用吸管，我上网找，他说不能用吸管喝东西。谢谢包子的捕梦网，这样怎样吃能量果冻？你就是这样子啊，然后那个果冻这样用挤的。哇哇哇呀呀！拔智齿加油。用吸的可能连血都要吸出来，不要，很可怕。谢谢包子的守护徽章，谢谢钟颖的爱的小熊。对啊，吸会让伤口裂开。好了，你们不要再讲了，我原本没有那么害怕，你们一讲我越来越害怕。吸的冰淇淋根本不能吸，它要解冻才可以那个啊，解冻才可以吸。谢谢阿奇的暗恋巧克力，谢谢黑人的徽章。不要用平常的习惯吃就好啦，真的。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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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龟的爱恋巧克力，还可以再跟你说，让你充满精力去吧。不要，你们不要吓我，没有那么可怕的事情。こんなこんにちは、僕は優しい人と。台湾可能就觉得还好了，希望我会这样觉得。谢谢北原的真情告白。谢谢，好啦，我要来念榜了。念榜，第一名是夏木。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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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
怎么爱丽丽？最爱丽丽。没有更新，没有更新，项目没有更新，项目你给我出来更新哦，项目。谢谢第一名的项目，谢谢，记得更新哈，耶、yeah。第二名是泡泡，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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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谢谢第二名的泡泡，终于能下班。为什么终于能下班？为什么都什么意思？所以你是看完直播才要下班的意思吗？谢谢泡泡，谢谢第二名的泡泡。第三名是包子，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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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谢谢第三名的包子，养成习惯了，乖乖的夜晚学会挑战，噔噔噔噔噔，记得吗？噔噔噔噔噔，只有你跟其他人真的爱你，噔噔。不常说出口，但不说又觉得闷闷的。谢谢包子，谢谢第三名的包子，麻烦请一直爱着莉莉哦，耶、yeah。 第四名是星星，谢谢星星，收看仔是我刚睡醒脑子不好使，现在很痛，要瞬间清醒一下，就让你们吃一下，欸、这也没有，对啊，就让你各位清醒一下，清醒一下，你还在躺坑呢，你各位，谢谢谢谢星星。第五名是幻影战士。很臭，很好看，哎，你们的心得都只有这个吗？谢谢，谢谢第五名的幻影战士，谢谢。第六名是阿 Q 啦，表情明白完不会蛀牙，用的镜子好的，多想就快就来，来来来来，三三两双眼一本漂亮啊！谢谢阿 Q 啦，听到有人称那个称赞穿搭就很开心，不是说很透的那种称赞。谢谢阿 Q 啦，谢谢。第七名是 Min， 谢谢 Min。早晚上忙真的开心了，家姐妹跟我发的了，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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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真的辛苦了，栗子不会，谢谢 Min。Min 应该还是会买一本的吧？比家姐妹在，谢谢 Min。第八名是钟颖，谢谢钟颖，栗子吧，栗子卡哇伊，卡哇伊哟，卡哇伊，偷泪起的歌，谢谢谢谢钟颖。第九名是鲁蛇，谢谢鲁蛇。你哦，你去打疫苗，那要是那个赶快多休息。这种的停更，我可以，我觉得可以，好好休息，多喝一点那个能量果冻，好像会就是比较不会那么不舒服。对，好好照顾自己哦。谢谢第九名的鲁蛇，赶快多睡觉。第十名是圆滚滚，谢谢圆滚滚滚滚，谢谢第十名的圆滚滚，跟后面那个林一样圆，跟我一样圆，谢谢圆滚滚，谢谢第十名的圆滚滚。第十一名是酷妹，谢谢酷妹，刚打完疫苗头昏脑胀，感觉大家都这几天去打是不是？看来大家都跟我们差不多那个时间。不过好像还没有轮到，还没轮到我。对，之后快要打之后再跟你们讲，因为感觉那个也要休息几天。谢谢谢谢第十一名的酷妹，第十二名是益生菌，谢谢益生菌，心情直接好起来了呢。对啊，我就是你们的精神粮食般的存在。谢谢谢谢第十二名的益生菌，谢谢。第十三名是北原，谢谢北原，把这词面改，谢谢宝蓝退掉，退了一两天了，你那个的凹槽在变成那个月，半个月还要半个月，这也太可怕了。对对对，要不要问问山穷水尽，一定都要指定莉莉的，谢谢北原，谢谢，指定莉莉，指定起来，谢谢，谢谢第十三名的北原。第十四名是人哥，人哥你怎么只放了那个乐团的那个？然后就都没有其他人了，而且为什么最近累积的画面很多，然后我都没有那个呢，我都没有一席之地耶。对，神推莉莉去哪了？哼哼，谢谢蓝哥，请多发一点莉莉，谢谢谢谢。第十四名的人哥，第十五名是 Ting， 谢谢 Ting。
希望拔牙一切顺利。不会啦，我在拔之前应该还有两次跟你们见面。谢谢 Ting， 谢谢谢谢第十五名的 Ting， 第十六名是小翔。お疲れ様でした。お疲れ様。谢谢小翔，小翔也辛苦了。耶，谢谢。哦，唱错段，可恶。谢谢君婷的小鸡棒棒，谢谢君婷。呀呀！本在九个人丢粉色香槟，第一次就可以拿到头像框啊！头像框真的假的？好心动哦！人家搞不好在忙停更，对，下路榜一站停更，对，立边又要抓狂哎，抓狂！谢谢峰峰的红玫瑰，夏木好像在上班，好吧，辛苦了，还是谢谢。哒啦哒哒哒哒哒，谢谢包子的背包，谢谢鲁蛇的掌声鼓励。应该这句没有，不是。谢谢真婷的小鸡梦梦，谢谢，谢谢爱逍遥的红玫瑰。今天早上刚去打，好好休息哦。今天才退烧，各位保重，各位保重，多多休息。因为是年龄层都是这两周，我也是早上才打，那好好休息耶。对签名档欢迎的，当然啦、啊，云，对不起，云婷，对不起，鬼，对不对，云婷。云婷，对不起，云婷，跪跪，对不起，我的国文课都在睡觉，我还没滑下来。谢谢阿华的眼睛夜障重，我还没滑下来啦。对，我在滑上面的留言 ，Q A Q， 对不起，对不起，我国文课都在睡觉。谢谢 Howing 的红玫瑰，谢谢幻影战士的眼睛夜障重，谢谢 Kumi 的眼睛夜障重。谢谢美女，你们真的很饱，要饭。国文老师 QQ， 对不起，国文老师对不起。谢谢怀怀的香槟，谢谢，谢谢怀怀。怎么了？大家帮我凑那个头像框吗？很香的那个头像框。谢谢太郎的吻手礼。国文课真的很好睡，国文老师就是在大型的催眠课啊。完蛋，已经完全没有光了，还差八个。他是到什么时候啊？直到今天吗？洗了裤嘛，到下周了，那应该还有时间，那应该还有时间。莉莉那堂课不催眠，我叫我们国文老师重新排，对不起啦，云婷，对不起，对不起，下礼拜一还有机会，那我们下礼拜一，下周会继续，好 ，OK， 那我们下礼拜继续啦，大家拜拜，谢谢你们看莉莉的直播，还有云婷，对不起，我会好好恶补国文的，拜拜。拜拜，辛苦了，拜拜，我会好好国文课，对，对不起，国文老师，对不起，拜拜，拜拜，耶，拜拜，我会好好吃饭，拔牙顺利，没有啦，下礼拜还会有两次，拜拜。